在耳湾这个城市找托尔兄弟的贱男是很多老板们追求的黄金组合。今天小郑要介绍在耳湾的这个社区呢，里面的房子全部都是由托尔兄弟这个建商所盖的。这是一个24小时门卫的社区，那平均的占地呢有到9000尺这么大。每一个房子还具有托尔兄弟现代化并且豪气的建筑设计，还有呢，他所属的公立高中呢还是耳湾排名第一的 University 厉害。如果你是追求这个黄金组合的老板们，这个社区你不能不知道。它叫 Hidden Canyon 隐秘谷。Hey, 大家好，我是一等那个卖房子的小郑。如果今天是你第一次认识我，我是一个在南加州卖了10年房子的全职地产经纪。那这是一个关于南加州的房产频道。如果你是对于南加州的房产有兴趣的话呢，这个频道订阅下来是不会错的。这里有很多关于南加州的房产资讯。如果你是想要小郑的房产团队为你的房产需求服务的话呢，可以加我的微信，打我电话，我的 LINE 一般会是在这边。没有办法扫 QR Code 的朋友，我所有的联系方式都在下面的资讯栏，欢迎跟小郑的房产团队联络哦。好，那今天要介绍在耳湾的这个社区呢，是叫做 Hidden Canyon。Hidden Canyon 它是一个位于南耳湾的富人小区，它的地理位置可以说是闹中取静，跟 Ultra Hill 还有 Altair 这两个有托尔兄弟建案的社区比起来呢，它更靠近海。它距离耳湾的 Spectrum Center 只要5分钟的车程，去 UCI 也只要7英里，差不多15分钟可以到。去海边也是差不多7英里，15分钟的路程也是可以到 Laguna Beach。那在交通方面呢，对于不喜欢走 local 的朋友实在是太友好了，因为它的位置是在405跟5号这两个主要高速公路的交汇处。那再配上133付费高速公路，你要往南、往北、往东、往西，5分钟的车程都可以上 freeway。那在教育方面，这个社区所属的高中是耳湾高中里面排名第一的。University High 中学呢是 Rancho San Joaquin Middle School， 那小学是 Alderwood Elementary School。 那当然如果你已经都住在这里的话呢，可能私立学校是你的首选。如果你小朋友要上私立学校的话呢，这里有幼儿园到12年级的 TVT Community Day School，或者是去 Newport 的 Sedge Hill School 都非常的方便，最主要是父母在小朋友上下课负担都不会太大。那像我一开始所说的，这个社区呢是住起来安全无忧，配有24小时门卫的豪华社区。那社区里面有 Clubhouse 叫做 The Retreat， 里面有一个 Junior Olympic 的游泳池，有 BBQ 的烧烤区，小孩子的户外游乐区。那当你有朋友来访的时候，都可以招待他们来这里享受5星级度假饭店等级的会所。这里房屋的年份呢是蛮新的，它是从2015至2018年盖的房子。这个对于南耳湾来说呢，是一个非常非常罕见的存在，因为南耳湾这边基本上都没什么地可以再做开发了。那这个社区里面呢，只有258户，都是2层楼的独栋别墅户型。那室内面积最小的也有4500尺，最大的房型到接近7000尺。在占地方面，这里的占地相对也比较大，它最小的是从接近6000尺起，到最大的24000尺，平均占地是差不多9000尺的占地。大占地这一块呢，也是大公园 Altair 这一个建案比较找不到的优点。如果你要你的豪宅配一个气派的后院在这里，你可以找到你要的房子。因为这个社区是被山谷环绕，所以在这里的观景房你可以看到大自然延绵的山谷，也可以看到耳湾的市景。那托尔兄弟当初在盖这个社区的时候，把这个社区分为两个 track， 也就是两个子社区，一个叫做 Capri， 一个叫做 Mabella。 Capri 这个子社区总共盖了120户房，它的户型相对较小，虽然说小但是也有4500尺啦。那主要这些户型都会是靠小区比较接近出口的前几排。 Capri 这里的户型都会是搭配双车库的户型。另外一个子社区叫做 Mabella， 总共有138户，那室内面积也都相对比较大一些，而且它搭配的车库是可以停3台至4台车的车库。那 Mabella 这个子社区的房子也都聚集在社区比较靠里面，比较靠山上，视野更好，景观更好的地块。是的， Toll Brothers 真的很会做生意，大房子配大占地的景观房，就等于可以卖
的价钱。那这个房子很多都具有托尔兄弟特色的元素，像是气派的双开楼梯、十尺的层高、一二楼双主卧的设计，然后二楼主卧的大阳台、标配的 Wolf 跟 Sub Zero 的厨房电器、霸气的中岛、游乐户型，还有这种很适合请私厨来家里做饭的这种双岛台的设计，开阔的后院再加上大片的推拉门，这一些都是针对高端客户他们的需求所设计的。然后如果你要跟父母同住，这边子母房房型也有，而且这边的每一个房间呢都是套间的设计，都有自己的浴室，家里的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隐私。好，那讲了这么多托尔兄弟的设计，小镇现在就带你们去看一栋目前正在 Hidden Canyon 卖的房源，让你们亲眼目睹一下托尔兄弟他的豪气精美的设计了。